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们来跟进这个 Next Short Position。 你现在看到的是手套股四大天王二十三号，就说今天这个布萨公布的这个报告，可以看到呢 Topcroft 呢还是这个样子，还是 2.06 2.07， 没有什么大变化。但是哈大呢，哈大你看啊，它的这个 next short position 呢就一直增加，也就是说空间呢现在是集中在攻击这个哈大呀，反而其他的 Cosan、Supermax、Topcroft 呢就没有什么变化。怪不得这几天这个哈大呢都是一直在被空间炸啊 ，OK， 股价就一直下嘛 ，OK， 意思说空军看到这个 quarterly report 出了之后呢，他就把这个炸弹呢就放大点，啊，让我们就继续观察吧，看一下会发生什么事情，呀。除了手套股之外呢，我们也去看一下其他的，其他的基本上都是没有什么大变化，但是值得注意的事情就是说这些 EMS 股，也就是VS 啊 VS 啊 JHM 啊 UMC 啊 Frog Cannon 啊 SKB 啊，因为这个引拉力啊，这些股呢都是被炸，看到吗？被炸 OK， 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。因为这个 G-tron 呢也是一样被炸，从那被炸 SKB Rangoon UWC、JHM、MyEG、VS 也是，这些都是被炸的哈，而且是好像没有停止的意思。你可以看到很多这个颜色嘛，对呀，就是被炸的意思。所以如果你们要交易这些股的话呢，真的是要小心一点。意思是说，当它股价反弹上去的时候，空军就会来攻击了。哎呀，意思是说空军还是继续看空这些 EMS 这些电子股呀，大家真的是要注意，尤其是那些已经是高估的哈，你去看回我的这个阿嘎阿嘎 template， 其实里面已经很清楚了，哪一些是比较值得的，哪一些是比较贵的啊，你在 compare 这边的话呢，其实好像是差不多一样的哈，就是说空军呢也是看它的估值来炸的，它不是随便炸的啊。OK， 这个就是今天跟你们分享的，并没有任何买卖建议。如果你们想要看到这个Google Sheet 呢，其实我是公开给我的 Channel Member 去看的呀，你只是需要 join 我的 Member， 你就可以看到这个东西了。我大概是一个星期会 update 一两次。OK， 谢谢大家。